欢迎收看牛舌频道，我们先来到后里来吃这间 CP 值相当高的一家店——香蕉树餐饮店。没错，它牛肉面大碗的不到100块，现在好像都150起跳了，真的。而且它很多东西都很便宜，试试看好不好吃，大不大碗。走，台湾市场里面的感觉。没错。来开吃，我发现呢、啊，它的餐点都好大一份，真的。这个年代竟然还有100块以下的牛肉面，95块大碗的嘛？哎、欸，对，大碗的，而且肉还挺多的，面也超多的。嗯，然后我们来先吃阳春面，35块。它的肉燥是属于湿湿的那一种。对，我觉得肉燥也蛮敢给。对啊，很大一份，它阳春面。试试看。它的肉燥、哦、配这个面，有点像肉酱面，还蛮香的。那个肉燥会很香、啊。今天晚上还好，嗯 ，OK 的咸度，配面我觉得还不错，像肉酱面。真的没，好像跟外面的肉燥不太一样，味道不太一样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味道就很够了、嗯。我觉得这样味道刚刚好、嗯。但是如果你是想吃重口的话，旁边还是有调味料可以加的。嗯，你要试试看吗？加一点辣。那这样接我吃一下，这会是我老婆的，我试试看。她加了一点点甜辣酱，通常面加甜辣酱都是加分的。试试看。它甜辣酱怎么有水果的味道？发什么错觉？我刚刚闻也是水果的味道。嗯，有点水果味道。苹果味吗？是吗？真的有点水果的味道。嗯、这甜辣酱没错啦。会辣吗？欸、小辣。啊、OK。刚刚吃面嘛，对不对？再来吃个饭。那整锅都是肉燥了。真的，就吃肉燥。再看一下。喜欢这种湿湿的肉燥会。对，刚刚这种湿湿的肉燥配面是刚刚好。现在这个配饭的话，就看人了、哦。嗯。因为有的人不喜欢吃太狗的。它的肉燥是有加那个油葱一起下去炒的，的确啊，比较湿一点点。嗯，这个我还好，这个要看人吃的好不好？嗯，我跟阿勇都比较喜欢吃一粒一粒那种。嗯，而且讲它的味道不错，就是适合喜欢吃比较软一点的人应该很喜欢。如果我会再来的话，我会叫面，变肉酱面做还不错。好，来，那我们来吃个这个霸碗，它的皮是 Q 的那种。嗯，我看到这个霸碗的皮，很 Q 的那种，我这霸碗是标准的霸碗， Q 皮霸碗，因为我本身刚好爱吃 Q 皮霸碗，所以很喜欢吃脆的。它虽然每个都很大碗，但是霸碗就是正常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叫一下。喜欢吃，我是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点的。嗯，元宝碗我觉得这个皮也算不错。对啊，皮不错啊。嗯，它肉也不错，你试试看。来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它的招牌之一，这个肉跟面，它不是只有盘子大而已，它是真的分量大。肉跟面是我老婆的最爱啊。嗯，试试看。还有加点香菜。它有加蛮多片那种杏鲍菇的。嗯，我第一次看肉羹加杏鲍菇哎。嗯。我剩下一半，加点醋。我目前吃起来它的味道哈、哦、中规中矩，但是料真的非常多 ，CP 值相当高。它的
肉跟笋比较清淡，很适合自己调味，要加醋跟加辣会比较好吃。如果喜欢吃清淡的就直接这样吃就好了。嗯，啊，我们是想要加点醋啊，会更香一点。加点胡椒，辣要吗？我觉得胡椒跟醋对我来讲就 OK 了，稍微拌一下。有，这样应该会加分很多，试看。加了比较好，差很多，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比较清淡一点。是啊，清淡，嗯，所以一定要加醋啊。来，那我们知道这一碗，我刚刚就已经看它看很久了。牛肉面，95块，不到100块那么大一根，而且它的肉不是给那种小小的丁哎，它是给你一块块的，它面也给你好多哦。对，算多呢，真的很多，这个是下面是两坨面的大小。那我觉得来这边好像点这个 CP 值更高。对，这边是主打 CP 值，啊，好吃度也是有的。我靠，真的太扯了。两个人吃一碗好像也可以。今天大概有不到100块的牛肉面，我也是服了。嗯。肉几块啊？要不要算一下？啊，好，我这里有一块嘛。嗯。大概长这样子。感觉你那算2块。好，那我们算1.5块好不好？嗯。啊，这一块算大块吧。大概3块。好，现在1.5块加1.5块，3块。啊，这里有2块散的，算4块。嗯，这里我凑一凑，大概算是1.5块，所以大概4块上下。嗯，差不多。当然下面还有点丁啊。它的汤头是属于清淡型的，我们来拿一下汤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牛肉面，先喝看它汤头，那属于清汤了。味道刚刚好，嗯，这个细面刚好我喜欢，欸，我们已经扒了2坨了，还有那么多面，嗯，肉半筋半肉，嗯，牛肉是正常水准牛肉面。我为什么一直讲正常？因为它这个 CP 值再加上正常，这其实很顶。你要讲说它味道是最顶的嘛，也还好。但是这个价格、这个分量吓死人。各位朋友，真的非常有饱足感，嗯，我们先继续把它吃干净，等等做收尾好不好？冷静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哦，这间真的CP值超高，刚吃那个牛肉面吃好久，真的，我觉得这间价格佛又有一定的实力。对，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吃饱才发现近代外食啊，饮料也算，嗯，我们垃圾垃圾带走。好了，那这间就推荐给大家，CP值真的相当高，也超佛。好，那我们影片要结束了哈，爽就订阅，持续更新。啊，各位朋友。我们今年产片量会增加啊！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哦，一定要订阅我们啊，甚至强迫你朋友订阅我们哦。你看，连我家猫都疯起来了啊！爽，一定要订阅就是了啦。不爽啊！啊，不爽再看一遍啊，看到爽为止啊！强迫我们订阅就是了啦，马上冲起来！太凶了啦！